有一回，佛陀在地缘静下，一早起，地主啊，出去吐蕃，大家人出去吐蕃时，回来，就是安尼，表情啊，好像真正的悲戚啊。佛陀呢，就问大家人讲：“比丘啊，恁今仔日去吐蕃，大家人回来呢，心情无快乐，到底恁是安怎？”其中一位比丘就讲：“伫镇上啊，有一位富有长者的家庭，有丧事啦，为着伫要祭拜啊。”整个巷子路呢，滥杀无辜啊，抬着真多的生灵，要来为这个亡者祭拜。佛陀听到，也是啊，面露着迄种悲悯、慨叹又无奈的表情。佛陀就讲。这就是众生的颠倒啦！一条已经是死亡的性命，搁多爱遐尼真多无辜的生命啊！安尼来做这种的贡品，真正是可怜悯的人。这中间，佛陀呢，若有所思啊，真济的弟子呢，就问佛陀，这项代志对佛陀的看法安怎呢？在一个小船中，有一位有钱的人家在咧办丧事，伊就请到一位婆罗门，除了要读祭文以外，佫甲伊承包了规定丧事的仪式，也都该注意。要抬偌多的衣银，要来做祭事，在这中间，拢差不多备办都要好势啦。在婆罗门啊，去现场甲伊看一下，但是伊感觉着讲，搁差一只的银，伊就叫一位工人。就讲来擦一只羊，工人啊，就把这只羊都砍出去了，辛苦个碎啊！然后呢，用一个花瓣啊，对暗棍呢，给装饰起来，搁再用着真少数的食品啊，供好这只羊。那这只羊呢，把这物件也吃啦。忽然间，向着天空啊，叫出了声音，好亲像呢。这只羊是伫咧笑啊。了后，这只羊搁停落来，又是搁在一阵的悲鸣啊。这位工人真正是莫名其妙，就把这只羊呢都牵回来了。这羊牵出去了后，这位婆罗门啊，伊就伫迄个所在坐着来冥想。忽然间啊，
规个头壳底呢，好亲像看到迄只羊被木叶挂上花瓣。仰天伫咧笑同款，这只羊的心话向伊讲，真感恩。终于呢，这个五百岁落羊身啦，今仔日已经是爱解脱的时啦。婆罗门讲，安怎是啊？五百岁的羊身，今仔日解脱呢？这只羊就讲啦，哇，在五百岁以前，就是啊，甲你同款，也是一个婆罗门，也是大体人祭祀，杀了真多的生物，所以哇，499岁为羊。今仔日是第500岁的寿报了后，我就会当头解脱啦，我真欢喜，真感恩。我仰天一笑，婆罗门呢就问伊讲：“你为什么又是亲像伫咧悲鸣呢？”这只羊就讲。想到你将来还是同款甲我做牛，滥杀无辜啊！这种的罪恶，将来你嘛是同款来受报啊！想到你的未来，我就是为你避。这婆罗门好亲像从梦中醒起来同款，目睭白金。看到这个工人已经把羊呢牵回来了，看到伊红棍挂着花篮，伊问这个工人羊洗完的时发生什么奇怪的？这个工人就讲，这婆罗门一听到，他呢？就真亲切来向这只羊讲话，我会保护你，过去你做的件，我嘛希望呢，唔通将来对着你的后步行。就安尼呢，伊甲这只羊颔骨那的花瓣解脱了啦，伊就甲着这只羊啊，就甲伊牵出去，往迄个山林去。这个所在就是修行的好地方啊！咱来共修，互相的勉励，就伫迄个山林的所在，安尼住着落来。不多呢，把这个故事讲到这，就。向这个比丘讲，比丘啊，人生啊，总是安尼伫咧颠倒。为了一个死亡的人，为这个死亡的人，搁再造上了、添了真多的恶业。在生的人呢，为伊做了家己本身。的业报，其实人之死亡啦，这种滥杀无辜呢，对亡者一点仔都无有利益。但是啊，对在生做恶业的人，那这个果报都连绵啦。这只羊。过去的五百姓乱杀无辜，伊家己嘛都爱长时期去受报啊！
可怕，所以咱这当中应该爱真谨慎，伫咱的日常生活，好好来培养咱这点的自悲心，唔只是疼惜家己的性命，同时咱也都爱疼惜别人的性命。只要咱这点心嘛，会当庇护着众生，个平安幸福，这就是足啦。咱会当疼爱众生的性命，亲像家己，这叫做悲啦。咱要慈悲。咱就要培养那份的喜舍，咱欢喜付出，自然人人就幸福平安。咱欢喜去舍去付出，自然的众生就一旦平安而幸福。